都叫残光亮面膜工厂，你跟我上面什么门哎？毕竟面膜工厂的品管看起来足严格，我认为是当然信赖啊。那是当然啊，我为着要找到这款这么严格管理的工厂，我是要把脚走回去呢。啊对了，你当时有闲啊？我想要请你吃一顿饭。没吧？你是安怎？心花开还是想不开？要请我吃饭啊？我是真正要感谢你，这一路上这么跟我斗三工，而且这中间有我误会你，你拢无跟我计较，你会当讲是我的贵人啊？特该讲莫安尼想啊啦，我是真正看不过才出手的。搁再讲，会邀请你合作，也是因为你的面膜真正有够好。稍微要妥协的，就是一间叫宝成的公司啊。照因的定位看起来，应该就在这附近啊。就在头前啦。啊。哎，这是公共场所嘞，是要谈情说爱有上话？我谈情说爱，跟你什么地带啊？无你是外向。煞唔知，啊！顶个电视台伊甲因某上演什么红旗撒花秀啦，结果遮尔精彩画面，我煞无翕到，白唔甘愿啦。所以吼，即摆找恁两个出气啦。我是咧讲林子彤真有本事啦，才离开我无偌久尔，就需要别个达波人搭做伙。而且这个达波人，佫可以做是护理师，伫疗养院冲锋陷阵，甚至。我甲国际喜悦这么大的单，双手奉上。吴中大总经理，麻烦你甲我讲一下，假使讲林子彤无予你一寡好处，你敢有需要为伊拼性命到这条程度？哦，好，我就讲予你听。我就是看袂过你甲吴英，总敢若靠势恶势力欺负别人的笨死啦！一听就知影，你是予林子彤骗上贼船的小白兔啊！安尼我就真好奇啊，林子彤到底是倒一点吸引到你啊？是五年前的不雅照，也是？笨手，迄个嘴讲出来，我拢是笨手。你莫叫是讲你是我的前任，我怎么敢当真怕你？我真正想无咧，你到底是提命先啊？若是照你的性格、你的身份，你要什么款的查某人拢有，你是安怎偏偏去杀着林子彤？啊！假使讲你只是想要跟伊算算的，安尼就讲会通啊。无你两个先徛边，俺们去打酒。哎哎，杀掉！杀！哎，杀！杀！哎！
是要廖凯宏吗？林子彤，想不到你这个残花败柳，到今麦还有倒无人会拼性命来保护你啊！林子彤，搁不是迄个林子的查某孙啊？阿姨们讲，伊就是廖凯宏双脚打上准棒杀。廖凯宏这负心汉，到今麦还在欺负啊！你真爱做英雄啊！恁爸今仔日就给你做成有够气！哎哎哎！警察，警察！手机里底，这声上该好用。来，你有要紧无？虽然我拄好头去去弄着，不过不要紧啊。哦，那不是中雪进行骨病，才小狼狗。哦，你的面哪样干呢？啊？干母，我，拄只歹势，我迄是无说你的，我唔是调过要接你的班友，迄两届拢是意外。我知影你唔是调过伊啦，你根本就无需要特别解释啊。啊，就是讲你讲话哪会像像大字啊？干母。有啊！我阁是头一过看到你这尼啊闭嘴的模样呢。这小狼狗这种够恶心的。你红台贵妇的时阵哦，是这尼啊老叫，这样面对少年妹妹，阁见这尼啊纯洁，真正比廖凯宏阁狂妄阁笨手。干妹。好几个？哈，当然，嘛唔是啦，那有可能？我就像感觉足忝的啊！哇，想要体一下啊！安尼看星星，想要嘛袂歹呢。讲真些，那呢我嘛要试看卖。啊？讲真些呢？想袂到伫咧台北，阁会当看到遮尼济、阁遮尼清楚的星星。安尼倒来看星星哦，规个人拢放较足轻松的，敢若所有的烦恼拢无去啊。
真正有影是吼，啊！这国外应酬，我无看到林家呢，啊！哪一顿来台湾就跟我们拼酒，袂使拼命嘞。嘿，你真都残念的呢。一台湾人就是较热情，明白？哎哎哎！哦，对啦对啦对啦，我算弄白啦。我刚知影即摆吼，啉酒醉，连路拢不要行啊。来啦，又果是这只小狼狗。你听我知哦，我给放假啊！不爽，干我半杯！是你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个真好大胆的，顶个阮车边啊，鬼鬼祟祟拢甲你计较，还怎么想做？你这亲门大户要骂人啊？你要做小狼狗，就应该安分守己，别当四界去霸妹妹。今仔日我唔来骂人，我要教你安怎做啦。像是小狼狗啊，就是你。真的好大，刚跑完。小心！你果然熟悉我妈，手更紧放开。你即摆敢能好好解释一下，是安怎买伫鬼鬼祟祟对伫阮妈身躯边，搁有白骂人？是嘞啦，我想袂到，说，我想袂到你妈有遮大个后生，而且我看伊个丽萍姐哦，伊个查某孙啊，伫遐惊我，所以我才会误会啊，歹势啊。你是讲林子彤？啊！你敢无熟悉哦？知影啦，毋捌见过。啊，毋过伊即摆哦，甲我挂卫生啊，有咧合作面膜。你的卫生啊？那安尼，你的卫生啊，毋就是日月星饭店的董事长吴依林？啊？啊对，我是野久啦。你想要真关心阮妈的款呢？啊，恁是安怎熟识啊？啊，就足久以前的代志啊，嘛真久无联络啊。啊，拄仔误会哦，实在感觉对你足失礼。啊，误会拢解开啊，免歹势啊。啊，是讲你甲阮妈是偌久以前熟识，啊，你倒位熟识？敢是够啊？啊，就真久以前的代志。啊。你妈的，我叔伯，我想要走了。哦。